我知道县长很忙啊，那这个因为我有参加过几个县市的这个类似这样的情况报告，有些县市哦真的是只有处长来主持，那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全国第一个有县长，那率领各部门还有秘书长，尤其秘书长这个很积极在开这个平台会议啊，我真的是个人很感谢说县长率领这么多一级主管跟科长以上的同仁啊，因为我也希望说这个重要的事情能够让大家都知道，不是做主管，那科长知道他能够好办事，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谢谢这个县长率领一级主管跟大家一起来，全国第一个，因为我刚讲的也只有处长，所以这是。